郭碧婷向左做婚检，谁注意到向蔡的表情了？网友看后建议不要嫁了。最近我家小两口这档综艺非常的火热，而在其中的郭碧婷向左这对情侣很是惹人喜欢，他们在节目中甜蜜快乐的相处模式也因为了很多人的关注。虽然向左对待郭碧婷很好，两人也非常相爱，但总给人感觉向左在要孩子这件事上实在是有些过于急切了些，现在还没有订婚呢，就已经句句不离要孩子了，说的少的话还给人喜欢孩子的感觉，但这么频繁的话就给人感觉有些迫切了。而在看他们婚检时，向太全程过程也是表情凝重，直到听到郭碧婷没问题后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实在表现得有些太过刻意了，仿佛结婚只是为了生孩子一样。